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待在纽西兰，那这边是提阿瑙，我们刚刚就坐在这边吃早餐，享受这边的风光。提阿瑙湖是南岛最大的湖泊，沿着河岸边散步很舒服。这里有很有名的萤火虫洞的体验，但是因为不能摄露营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安排进去了。这里是瓦卡提普湖，在皇后镇的南端。我们正在下去一个超陡的下坡，但是这个下坡啊，我觉得景色实在是太美了。我们已经从这里，这应该要拍一下，对啊。在皇后镇的海岸边，湖岸啊，湖边。然后刚刚是买了这个 bourbon， 开箱来给大家看。这个汉堡听说连不爱吃汉堡的人都会很爱吃，都会觉得非常好吃。哎，我起来动我的汉堡。那海鸥真的是，它前面呢，你看有很多的船在这里很享受。草地上大家都在晒太阳，我们是点那个 double 的牛肉和那个 cheese 来吃给大家看。现在看到的是瓦卡提普湖，我们现在是在从皇后镇到 Greenock 的路途上，现在已经是纽西兰时间的晚上7点多，阳光还是非常的强烈。